离我远点儿。你不带我办离婚手续吗？你把我领酒店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光办手续没用。据说呀，在离婚前没在这家餐厅吃过饭的，离了不到三个月，全都复婚了，懂吗？指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，当初就把我灌醉了，之后才趁虚而入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不是那个涉世未深、青春懵懂小正太了。你做梦呢吧？我告诉你，当时我酒一醒，我就后悔了。那你和我结婚登记干嘛？我这不砸手里了吗？过不了了吧？都想好了呀。你俩干嘛的呀？这是、啊、让我介绍一下，本店是离婚主题酒吧，凡步入酒店者必须高声朗读门上这副对联，并由服务员读出横批，方可步入殿堂。请出示结婚证。给你。那我先来呗。进门来两只鸳鸯鸟，出殿去两只纷飞燕，横批离了吧。缺德、啊、缺缺缺缺缺，多损损。你带我来什么酒吧？这是哪有这样的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个酒吧老神奇了，看见那门没有啊？俩人一起进来结完账，男走男，女走女。哦，我以为厕所呢。多爱的夫妻呀、啊，在这儿吃顿饭准得离。咱家楼上那养沙皮狗的大姐你知道吧？啊，就老和狗黏糊到一块儿那个吗？那天啊，他在带狗来吃饭，吃完饭那狗说什么都不跟他回家了。人和狗都离了？那你说啊，我和你还有啥离不了的吗？离不了了呀，尽早离了吧。什么态，什么态度你们？行了，这是离婚酒吧，他能有好态度吗？别废话，点菜。什么菜？本店都是离婚套餐现场制作，爱吃不吃，请看第一道菜。即刻分手。请看第二道菜，攥着。一刀两断。请看第三道菜。这是啥？鸡。这是啥？眼睛。算是你俩瞎了眼。请看最后一道菜。这是彻底完蛋了。有喝的吗？有。忘情水、孟婆汤等等。这名我听着那么别扭呢，这是离婚又不是离世，还孟婆汤。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大姐你这脾气也太爆了吧。我大哥你怎么才和他离呢？姑娘你劝劝你同事，他这人脾气就这样，就这个还淡季呢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大姐你看，大哥当你面都调戏我呢。我什么呀，都站起来了。哎呀，都伸开手了。哎呀，你想抱我怎么的，我都感觉到你的气流一股子一股子的。哎呀，老妹儿你别介意，你大哥这是找下家的。我什么时候？你俩这菜都上齐了吗？上齐了。那您俩该干啥干啥去吧啊。哎，祝二位离婚愉快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要喝就喝这孟婆汤，把你忘得干干净净。来，好聚好散，同归于尽。说吧，咱这家怎么分？车我不要，反正我估计离了婚也没人接你。瞧不起我是吧？这咋听说我要跟你离婚呢？接我那车队呀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堵车了？人家是卖车的。我马哥说了，每天换着花样的来接我。我马哥还说呀，就送我一停车场，不装摄像头，随便偷。你马哥什么时候有个马哥？哪儿来的马哥？咱俩都要离了，你管我马哥是谁干嘛呀？我保证跟你离之前不答应他。仗义。行了，咱那房子给你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寒碜我呢？和你离了婚我还能住那房子吗？我不得做个梦啊。我青岛搞房地产大姐姓杨，7000平米海景别墅，光主卧室就60多间，我随便住。这60多间主卧室你咋睡呀？我先睡1号房间，手机定时15分钟，手机一响我叠好被，我到2号房，
手机一定时15分钟，手机一响，我垫好被，我到3号房。您大姐姓啥？姓杨。然后我就睡，手机一响，我边叠被边进入4号房。完了，在4号房，我边睡边叠被，醒了，我夹着被，我走进5号房。这好像1号房是吧？啊，你说我这一宿，我都能给自己睡迷路了，你说我睡咋样？咋样啊？哎呀，叠一宿被呗。不是你做梦都叠被，你住别墅干嘛呀？你到宾馆当服务员多好啊！我就当服务员，我也自食其力，我知足。不是，我说你那马哥这么耐你，不得把你当胶似的搁金屋藏起来呀、啊？反正啊，工作是不用了。我马哥说呀，我主要的工作呀就是管钱，每天让我坐在大车上抱一皮包钱。你马哥把你调公交部门卖票去了？跟你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，我太没劲了。我还不如嫁给猪八戒呢，人猪八戒还要甜言蜜语哄个人呢。你嫁给猪八戒，人家不能给你登记。凭什么？给我猪八戒登记，近亲不让结婚。离呀、啊，赶紧离！离离得好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脸不说啥把式，口号喊得响，不如行动快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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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奶奶，哎，奶奶，你，哎呦，犯病。你是不是穿少了？啊，我换个面儿。不好了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把门封住了！哎呀，真的把门封上了！外面都是烟呐！哎呀，真的好多烟呐！上面窜啊！行，我去找你去啊！你快来呀！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你跑！吴静，忘情水，孟婆汤。一会儿我去找出口，你呀、啊，就在这儿待着吧啊！一会儿我去找出路，你拿着绳子时不时的拽拽，如果绳子那头有动静，那就是我没事儿；如果要是没动静了，那你就自己找出路，千万别往我那个方向去了，知道吗？小北，你别去，你干嘛呀你？小北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什么马哥，我知道你也没。杨姐，刚才我看你手机了。哎呀，我再不瞧不起你，我再不无理取闹了。跟咱们好好的，我对你好好的，行吗？魏轩，你别去。别说了，你再说，我就真不敢去了。嫂子就交给你了。不对呀、啊，你俩咋进来的？警报解除了，演习结束了。演习？什么演习？本店的消防演习，已经结束了。演习？你们不说一声？给你说那还叫演习吗？你们这个地方，我一分钟我也待不下去了。
那二位还离吗？离不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本店有专车接送，送家去，只送离婚单据。是不是疯了？打一进门你们这什么态度啊？那菜都能吃吗？又冒烟又呜嗷的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没结账呢还。美丽，那得给人买单，不买单不好。行，我买我买。来，别找了，走。你打算睡这儿啊？上哪儿去啊？回家。不是，那咱这婚是不是傻？进门时别别扭扭，唇枪舌剑，喊喊叫叫，出门去恩恩爱爱，甜言蜜语，拥拥抱抱，横批纯属胡闹。